大家早上好。哎呀，气喘吁吁的，刚才把地上吸了一遍，现在赶紧去丢瓶子。看袋子里提着呢，油瓶子也可以往里头丢的，绿色就往绿色里头丢。哎呀，这场它也属于绿色的。看我们这边，这个星期六要开始丢紫壳子了，一个月丢一次，上个月错了一次，结果家里紫壳堆得跟山一样。看那种树很漂亮，它是板栗树，但是这种板栗是不可以吃的那种。看看我在干嘛呢，我已经下班了，我已经坐上了公交车，我下一站就到家了。在公交车上面看见那个车子像我老公，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，他说啊，你要坐下一趟车子，我说没有，我都看见你了。我说但是半路也不能下嘛，我说我在下一站下，我说你过来吧，他说哎呀，我去接你的。我说哦，你还可以接待我，我下车。好玩死了，你不给我打个电话。原来我们家欧巴接我，他就是想来买红葡萄酒。你看母亲节要到了，看这个花真漂亮。哎呀呀呀呀，我老公，我们俩一起到超市里头来，他就直接消失在红酒里头去了。我喊一声，哎，他就答应我了，人是看不见的。挑啊，琳琅满目的红酒真的是很难选。对于我这种，哎呀，喝着果汁的人，葡萄汁的人都能当红酒喝的人，无所谓。我买了一个这个 cognac， 是我老公喜欢喝的吃的东西嘛。然后这里头他们喜欢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巧克力格放酒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这种的可纯了，这个是100%的卡卡哦。妈，吓人，哭死了。我们到家了，这儿就是今天我们买的，这个是2块2毛9，这个看这都有价格的。这个呢现在是打去掉27%，现在价格是7块9毛9，这一瓶也是7块9毛9，这一瓶是2块9毛9。我买了一瓶生抽一瓶老抽，其实李锦记我觉得也挺不错的。看看我们的晚餐已经开始好了，看我们家欧巴非要喝红葡萄酒。卡巴丘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一样的，但是我会觉得今天这个肯定不够，但是不够用酒来凑嘛，啊，应该差不多，因为我等会还要上楼去拖地去呢，明天下午我婆婆就来了，明天我要上班，我要拖地，所以呢要把弄打扫干净呢。 Cheers。Cheers。 嗯哼，妈呀，好酸呐！看看我们的速度太快了，3分钟吃完了。然后我们家欧巴说：“我再拆一个，我们一人一半儿。”因为它这里头是有2个50克的，你看它分开来装的。因为它本来肉真的太少了，昨个我吃的时候我根本就撕不开来。我们家欧巴这个男人啊，你看耐心倒挺好的，他能一个个给你撕开来，我是弄不开。我看他怎么弄的啊。嗯，是 easier when it's warm。 啊 ，so gestern is too cold。 yeah。 昨天我是凉的，所以我就不好弄。他今天他也感觉到了难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看到底是薄啊，你看这一份和刚才那份有啥区别呢，你看一个是双份一个是单份的。 Good update。 哎呀妈呀，刚才一个喷嚏都能练出，真的我就说的，我打喷嚏都能打出6块腹肌来，你说可见我打喷嚏有多那个。哎呀，难受死了。给大家看是昨天晚上铺的床，现在把地上吸一下，然后把卫生间里我要再已经吸过了，然后再擦一擦，就是一定要水池啊，这个上面啊一定要擦干净，有水质在上面，不行擦干净。我家一楼是用的是没有线的，然后2楼和3楼用的是这个插电的，因为2楼和3楼的话它犄角旮旯比较多，我现在赶紧拿抹布去。楼上吸干净了，因为楼上没有水质啊什么的，吸干净就好了。但是楼下有很多脏的呀，所以我得要
拖把拖一拖，累死我了，热得要死。今天还可以，就打了一次喷嚏，不然每次一打扫卫生，那个喷嚏啊，哎呀，我的六块腹肌不远了，马上又变成八块腹肌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因为我要忙起来了。明天是周五，我婆婆今天已经打电话过来，说我明天下午4点钟就到，不过我老公在家，没关系。好了，祝大家晚安吧。